101中，除了孟美岐和杨超越，肤白牙白大长腿，情商在线的吴宣仪一直关注度都颇高。吴宣仪就是那种女生会聚众讨论的学生会主席兼校花型的女生，是全校男生的梦。用音乐评论人耳弟的话来说，她就是没有嫁给刘强东的张泽天。不过近日有网友晒出一组照片，称疑似吴宣仪小号曝光，账号里都是关于吴宣仪以前的生活状态，也有她在学校练习一字马并冲着镜头开心比 V 字的照片。图文中可以看出吴宣仪早年的画风很是中二，可爱十足。姑姑宣仪是她的小号，也被一些粉丝发现认证了。野女人 V 平，野女人 B 美 BB 是曾用名，早期照片造型有点杀马特，不过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貌。如果说美貌是一种表情，吴宣仪不做表情时候就有美貌这表情打底。然而一旦在这里上再加上笑，效果便极具升华。其他人的笑是单纯的笑，她是笑的加成，笑的平方，效果自然是加倍的。吴宣仪在镜头前一笑，大家都会觉得她很甜，这也难怪那么多男生 pick 她了。